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联物业的谭。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个位于市区多成交，仲要做到高成数按揭的两房单位。港湾豪庭位于大角咀福利街八号，由恒基及香港小轮发展，2003年入伙，物业由十栋住宅组成，单位实用面积由320尺到603尺不等，主要提供2至4房单位，合共3520个单位。港湾豪庭本身亦都自设商场，附近有 VWOT 店及奥海城等大型商场，楼下亦都有小巴总站，步行1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达奥运站或者南昌站，衣食住行一应俱全。咁我哋睇下今日介绍个单位先啦。今日介绍个单位实用面积371尺，客厅露台望出去景观主要系自己屋苑嘅内园景观。而厨房即设在大门入口，我们也有一个工作平台，可以摆放洗衣机或者其他杂物。跟着我们看饭厅，饭厅有足够的空间可以摆放家私。然后再看看厕所，厕所我们有窗，业主做了一个企缸的设计。然后我们再看看睡房，睡房间隔我们都非常之方正的。望出去咧，就望翻君汇港一带嘅海景。跟住我哋再睇翻主人房啊，主人房亦都系望到海景嘅，咁亦都同样地望翻君汇港啦，同埋九龙站部分海景。今日介绍系咁多，如果大家对呢个单位有任何疑问，可以随时打电话俾我噶，拜拜。